热腾的咖啡搭配浓郁奶泡，跨年四天连假好康优惠开始启动，同一超商现煮咖啡现泡茶类任选第二杯半价，全家超商也在跨年夜元旦两天，凡是会员买大杯热美式和大杯热拿铁，第二杯也有一折好康，等于花7元多一杯。另外莱尔富出示通讯软体活动页面，部分咖啡买一送一， OK 超商则是咖啡系列第二杯7折优惠。平常其实就是会觉得咖啡就是比较奢侈的东西，对啊，因为当我有买一送一的话，就是会考虑就是会来买，觉得比较划算。另外超市量贩店抢最凶是这个跨年推出的米奇米妮版饮料，还附赠玩偶，全台限量300组，除了吃的玩的也有好康。六福村推出只要生日或身份证字号有0或4任意码，购票从原价999元变成520元，而力宝乐园则是12岁以下免费，但需搭配一人购买全票，连假4天全台启动优惠，用好康迎接2019年。三立新闻曾俊信台报道。